给大家盘点一下专家不让玩的萝卜全家桶。第一个是迷你萝卜刀，由于体积太小，小孩子很容易误食，所以不让玩，丢掉。第二个，这个是金属萝卜刀，由于太重了，小孩子。太危险了，容易打伤小朋友，所以不能丢掉。这个是萝卜太空枪，装的是萝卜弹，会打伤镜子，也不能玩，所以丢掉。这是萝卜塔，转起来会很眩晕，而且还会发出恶心的声音，尤其是会卡住手指，小孩子不能玩，所以丢掉。这个是萝卜金刚爪，前面非常的锋利，小孩子不能玩，所以丢掉。这个是萝卜环，转起来会让人很眩晕，小孩子不能玩，所以丢掉。这个是萝卜望远镜，看得太远，很容易让小孩子得眼视眼，所以不能玩，丢掉。这个是炮盒扫鼠枪，它会不但能打出子弹，还能爆壳，非常危险，丢掉。接下来这位是萝卜刀爸爸，容易威胁到爸爸的地位，所以也不能玩，丢掉。这个是萝卜刀的爷爷，小朋友一只手根本驾驭不住，也根本没法玩，所以也不能玩，丢掉。这是 A4 纸，破了，那我也丢掉。